出国留学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很多人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步。第一步只要一走错，那你真的就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出国留学的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对的留学中心，找对了直接带你上天堂，找错了那真的就是可能会在地狱走上一遭。坊间很多各式各样的代办中心声称自己是专家，殊不知所谓的留学顾问可能连你要去的国家都没去过，结果法令不懂，地区不熟，学校强项也不了解，更有些所谓的留学专家连张留学国政府要求的留学顾问合格证书都没有，这样你放心给他们办吗？杰瑞斯自从1998年来开始协助国际学生到澳洲读书，没错，我们专办澳洲，我们协助超过上万人到澳洲读书，从小学、中学、 TAFE 技术学院、预科、大学、研究所和语言学校，杰瑞斯是很多澳洲的教育机构指定的申请中心。澳洲对我们来说就像自己的厨房，再熟悉也不过了。杰瑞斯至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了，不管在台北、台中和高雄，每一位顾问都有超过十几年的留学顾问经验，并且协助数以千计的学生顺利出国留学，完成梦想。重点，除了其他留学中心无可取代的经验外，杰瑞斯的总部是在澳洲。当学生到了澳洲，杰瑞斯在澳洲的顾问和服务人员就像你们的大哥大姐，协助你们在澳洲成长。杰瑞斯就是你们在澳洲的第二个家。澳洲总部并设有1800免付费专线和紧急联络电话，杰瑞斯让你在澳洲觉得很安心。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杰瑞斯更推出了线上的视讯咨询服务，让你们不用老远奔波的到我们的服务中心，只要在线上预约好时间，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在家里或是在上班的地方与我们经验满满的留学顾问做视讯咨询了。如果你想要到澳洲留学，杰瑞斯绝对可以提供给你你想要的服务，所以现在就赶快线上预约免费咨询，让杰瑞斯的留学规划师协助你开始留学的第一步。